私の眠ってる間、外の世界がどのように変わったか、この貧弱な発明を見て想像できるな。しゃべった。作った光でこのアムーを縛ったままにできるか。アムー、目覚めたまえ、我が主たちよ。好，现在开庭。今天是本法庭建庭以来审理的第一起案子，辩护律师就位了吗？我早就准备好迎接我的宿敌了，老鼠杰瑞，地表最强辩论律师，自10年前出道以来一直保持着100%的胜率，号称魔鬼之属。那是因为这10年里只审理过一场案子，好吧？检察官就位了吗？就位了，哼，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杰瑞，你画风突然变那么强干什么呀？你这种平庸之辈就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了吧？我这叫心理战术，只要我是这副模样，你就无法思考。我为了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，这样下去胜利就属于我汤姆大人了。太卑鄙了，只有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动物才会使用这种手段。汤姆，里面那个名字不也变了吗？好了，你们安静，法庭上禁止变身 JoJo 画风，再变我就把你们都赶出法庭，听到没有？汤姆杰瑞，你不也变了吗？不小心 DNA 就动了呢。好了，那么审理开始，首先由汤姆来回顾一下案件的经过。啊，这叫白猫，是一只富贵千金的母猫，于6月8号在公园里被发现。被发现时腹部有2处伤口，由于检查出的信息和现场情况不符，随后被送去法医鉴定。第二天鉴定出的死因是心脏被插了一把刀死。等下，被发现时不是腹部的伤口吗？为什么第二天胸口会出现伤口？是啊，为什么？难不成是死于姐？难不成是死于剖？都不是，死于凶手回来往心脏补了一刀，那他不就是还活着吗？所以你们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打电话叫救护车，而是送去法医鉴定啊？是啊，为什么？像我这么聪明的猫，怎么可能会没意识到这一点呢？我肯定是打了呀。那就奇怪了，为什么呢？还在法医鉴定处啊？那你是什么时候打的？喂，是医院吗？猫都死了，你现在打电话还有什么用啊？没什么用，那我继续了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与其一起逛公园的布奇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，所以警察在白猫死亡的第二天控制了嫌疑人黑猫布奇。根据你的描述，这很有可能是情杀。众所周知，你3个月前在跟布奇共同追求白猫，最后你落败了。你是不是故意不打电话救人的？啊，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我作为阿鲁巴之王，是真的不知道猫和老鼠里面需要医院这种东西的呀。你说的好有道理，我竟无言以对。我们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复查，确定现场无第三人痕迹，认为布奇有杀人动机。我推测布奇就是杀害白猫的凶手。对，没错。哎，等等，不对，你就凭借他在现场就断定他是凶手，这逻辑也太不合理了吧？再说他杀人动机又是什么？经过我汤姆不断的调查，我找到一个十分严谨的杀人动机，那就是吃饱了撑着杀的。汤姆，你这是什么狗屁理由啊？虽然只是推测，但是自从他们在一起以后，每天12点在后院里亲亲，一点准时比圣母还高的话，12点送一卡车香水，3点送一颗500克拉的钻石，4点用400米的豪车接送去公园玩，中间可没有第三人。所以你是怎么知道那么详细的？莫非你也有那种癖好？道听途说，道听途说。那杀人动机又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布奇是流浪猫出身，虽然成功逆袭成了富豪，但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白猫身上，自己都没吃过几顿饱饭。于6月7号宣布破产，正是白猫遇害的前一天。有破绽，根据四周做喷溅的血迹，这意味着当时一定发生了打斗。但是流浪猫出生的布奇身材瘦弱，对比身材健硕的白猫，显然无法产生抵抗。你是不是忘记了？就连你汤姆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可见他的力气有多大。你说的看似天衣无缝，但其实我已经找到了漏洞。漏洞就是，漏洞就是，啊，漏洞就是，漏洞是啥？你倒是快说呀！我看你就是想拖延时间吧？你瞄了个咪的才拖延时间。漏洞就是，让我想想，漏洞到底是啥呀？那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吧？漏洞就在目击证人身上。什么？竟然还有目击证人？可恶，汤姆，你藏得好深啊！把目击证人带上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托普斯，是流浪猫铁三角的一员，也是布奇以前的兄弟。这么说，布奇以前也是铁三角的一员。后来他一夜暴富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们了。说说你6月8号看到了什么东西吧？6月8号，我在公园垃圾桶里翻垃圾纸，忽然看到一只黑猫鬼鬼祟祟的在一只白猫的旁边，但是我没有在意，继续翻垃圾纸。忽然我听到一声尖叫，我猛地回头看过去，发现垃圾真好吃。这种时刻为什么还要想着垃圾好不好吃啊？喂，现场情况呢？公园就只剩下一只倒下的白猫，黑猫就消失不见了。整个猫和老鼠事件就布奇一只黑猫，认输吧，杰瑞。布奇那么瘦，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把猫杀了？我们对伤口进行了分析，白猫受伤时是卧躺位，所以说啊，只要凶器够锋利，即便是比死者力量弱很多的人，也可以造成这样的伤口。怎么办？
你要输了吗，杰瑞？托普斯，流浪猫铁三角还有一位当天去了哪里？夫妻离开之后，我们没有以前那么开心，就解散了。杰瑞，你该不会怀疑米特吧？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是什么颜色？你是深灰色啊？可恶，你不是绿色的吧？啊，可恶，你不是红色的吧？啊，可恶，我到底是什么颜色的？出大问题！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看的是其他颜色，但是托普斯看棕色是深灰色啊。这么说，他可能会看错成其他猫。据我所知，米特是深棕色，而且体型与布奇十分相似，所以目击证人看到的极有可能是米特啊。这也行。你以为是尼肯吗？不，其实是阿普卡。由于是新系列，所以阿普的脑细胞卡壳。我们今天来审理一下上期我们审理到一半的案子。你汤姆的杰瑞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那么由汤姆来复述一下案子的进展吧。死者叫白猫，在公园被捅了两刀受伤，而后在法医处被心脏人捅了一刀而死。哦，这么说心脏人才是真正的凶手？汤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这么简单的剧情你都记不清？你的脑子是老鼠做的吗？明明是白猫在心脏处被法医人捅了一刀而死。哦，这么说法医人才是？个屁呀！法庭上禁止套娃。上期杰瑞怀疑米特有重大的嫌疑，所以我们把米特也给逮捕了。没错，白猫遇害的时间是晚上，而且目击者能在黑夜中发现行凶过程，必定离案发现场很近，那么凶手一定也发现了目击者，但是为什么没有下手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凶手对目击者很熟悉，知道目击者是什么，会将自己认错成其他人，从而嫁祸给别人。能对目击者如此熟悉的除了布奇，只剩下米特了。净他妈的扯淡，我早就预料到你会这么说了。你的推理有着一个巨大的 bug。 什么 bug？ 既然凶手是熟悉目击者的米特，难道目击者就认不出来凶手是曾经亲密无间的米特吗？那是因为在夜晚目击者眼里只有了安琪，口说无凭，毫无根据。我们专门调查过作案凶器，上面根本就没有米特的指纹，那是因为指纹被覆盖掉了。你是说有人对证物动了手脚吗？由于是重要的证物，所以我们严谨地进行了反复调查，最终调查出的结果是有帮凶故意破坏掉的。啊？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可恶啊！这个破坏证物的混蛋，想都不用想，这个人肯定是社会的人渣，是粪便的寄生虫，是人体多余的肥肉，简直是低级生物中的最低级，还是动物的败类。鉴定出的指纹是你汤姆的？啊？我的指纹？难道我是？没错，凶手就是你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之前拆快递就是用这把刀来着。我他妈的吃了你，汤姆！你破坏证物，该当何罪？这个不是重点，我们还是关注真正的凶手吧。也行，你要把刀吞了，这事就翻篇，怎么样？好。没想到吧，杰瑞，我真的吞下去了。为了这次能胜利，我可是不择一切手段。证据已经不存在了，你还怎么证明米特就是凶手？那把刀可以证明。杰瑞，你不会因为要输了所以神志不清了吧？刀可是在我的肚子里。你笑什么？我刚才说的那把刀可不是汤姆吞下的刀，而是真正刺中白猫心脏的那把刀，就在我这。啊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公园的假山后面，上面沾有白猫的血迹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？这么重要的线索怎么能让你这只蠢猫知道？那你倒是解释你的推理啊。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凶手在公园偷袭了白猫，刺两刀之后慌忙逃走，逃到半路突然听到白猫的呼救声，知道了白猫没死，于是用另外一刀狠狠地刺入白猫的心脏。回去的路上经过了公园，把凶器隐藏在了那里。那你是怎么认定凶手是米特的？你没提到指纹，想必匕首上只有血手套的痕迹吧？那是因为假山上有一个很隐秘的摄像，刚好拍下了这一幕。请看视频。竟然还要等60秒，那我就口述一下接下来播放的画面。等一下，米特会右手拿着匕首，鬼鬼祟祟的出现在视频之后，把匕首隐藏在灌木丛中。米特，原来真的是你！我一开始就怀疑你才是凶手。果然没错，怎么可能？你这是在诬陷我！我当时拿刀的是左手，你说的是右手，出现的肯定不是我。干！你猜对了，根本没有什么隐藏摄像头，出现的果然不是你，太狡猾了，果然汤姆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你为什么要杀白猫呢？你们应该无冤无仇吧？在白猫没出现之前，我们铁三角的关系特别好，天天黏在一起，快乐玩耍。知道了。白猫的出现直接打碎了原本快乐的生活。确实，要不是汤姆穷，也逃脱不了白猫的魔掌。我本以为布奇破产之后会回到我们的身边，但是没想到他竟然出卖自己的楼梯还钱，要继续追求白猫，甚至要把托普斯给卖掉，然后你就把他杀了。这是阻止他的唯一方法。我宣布布奇无罪，米特死刑。